架的一个遮阴设施，里面有包一些导中心，哦，它的里面的空间包括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使用玩具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在整个工程完工以后，将我们整个中央公园它的一个功能性来做一个补足。那当然也在镇长的这个领导下，我们整个中央公园会分几分区，哦，本来会继续来发展，让它变成一个真的是综合型的一个公园，哦，包含。今年有咱管护哈，嘛用点面顶争取到哈，咱的长照卫福大楼哈，啊，所在第一家哈，顶点所在长照卫福大楼在这边哈，诶，啊，内底有咱的亲子哈托婴的哈，诶，啊，还有日间卫福大楼哈，诶，日间卫福那个中心哈，啊，而且呢，在这个大楼第一家，你看，咱即马所看的边啊这哈，就咱为营建署所特的人行步道。人行步道，它串联的这个中那个咱的藤树，咱的中央公园甲藤树吼，总共20公顷的吼，这绿地吼，诶，欸，啊，咱边啊个有湖南国小，会使讲吼，这未来这也做起吼，对咱整个啊中央公园呐吼，啊是咱的啊整个西湖镇，它可以说都市之肺吼，诶，欸，啊直接甲大家报告吼，咱嘛甲管政府吼，拖着吼咱800万吼，这个经费吼，这里边做啥？做咱的，咱可以有五分火车塔嘛，哈，欸，糖厂小火车，啊，咱就改啊，规划设计就这个五分车站的嘿亲子游戏这个场域哈，啊，即马啊21号已经动工啊，但是呢，那迄间很充足哈，就是讲利用这个机会，甲大家报告讲，咱这个啊游戏场区这个游戏设施哈，已经动工啊，内底呢有咱的哈。咱就讲咱 KL 哈，五分火车头火车啊，那个五分车头那个游乐设施以外呢哈，而且呢，咱嘛讲话周边未来哈，诶，佮争取到咱的啊那个风雨球场哦，风雨球场哈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我们来建立一些亲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，让我们这个。除了观光的一个功能以外，我们这个社区，我们的一个乡亲，大家都能够来做一个使用。它是我们整个我们西湖的一个，有点像我们的一个后花园，也是我们西湖之肺，让大家来享受我们这么很好的一个这个风景。那我们也在整个在计划过程里面，那公所也给我们指导，我们希望结合地方的一个意向，我们希望说把这个意向除了游戏它的一个功能性以外，然后如果跟地方的一个特色来做一个结合，所以我们来。把整个的这个设计来用一个五分车的一个方式哦来做一个定位。那这一次的一个改善面积，因为我们有安全性的考量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整个哦这个活动区的部分都是用安全地垫。我们也怕这个小朋友亲子型小朋友哦在这个跑路上的一个安全性。那剩下旁边的部分，我们会做一些相关的人工草坪哦，便于它的一个哦这个嬉戏啊游戏使用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设施，大概都是有火车型的一个造型，而且也是以现在来说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造型的设施，它里面有一些攀爬，有溜滑梯，有多功能的一个设施哦。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年轻小朋友这边做的一些。